那生意做好哈。对啊，你嘛带真侪人客来啊。生意若好，我就足欢喜啊。这间餐厅哦，我按什么甲买起来？啊，我要登记给你啦。要登记给我啊？哎啦，唔通啦！啊，咱两个敢那朋友啊嘛，敢那头家身后同款，啊，你哪会买给我？这是安尼啦。哦，我头婚后离过婚，啊，我即马独身啊。啊，这个就你的代志，我拢知啦。对啊，我冇。你较早捌去用关对不？啊，就是票据法。对不？要不呀，你可以酒家，哦，啊，我再去酒家含你熟识，啊，唔再来家，啊，我招你来家开餐厅，我就是讲啊，无爱和你讲哇，查甫人拢安尼，所以我唔种啊餐厅稳啊，我才甲你讲，你安尼做安尼辛苦，啊，不呀，你嘛是爱嫁翁啊，我唔敢嫁啊，但去有政府出呗。对不？为着伊搁去坐家，我哪敢搁这样？惊嘛惊死！你今仔日咧变成安尼，你拢无唔对，就是迄个情翁把你设计。啊，但你的情翁他唔知死啊，婚你也唔知啊，不要紧。哦，你那是对我无气焰，无气焰，我较早有离过婚，这间餐厅我登记给你。你都无气嫌我做酒家，入坐过家，搁叫我将翁放出来，我哪有可能气嫌你？啊，那看安尼就答应我，嫁我那会歹，无你嘛嫁一阵嘛歹只切。我是足感动的啦。嘿啦。但是我逐项代志拢对你足坦白的，只是有件代志，我若真正要嫁你，我会坦白对你讲，我袂使搁隐瞒你啊。你隐瞒我啥？其实。我唔是28岁，我是38岁。你安尼，你安尼就做实在啊啦。我今仔甲你求婚是对的啦，啊我嘛坦白啦，你事实上你三白，你骗我，我知啊，我嘛事实上，我嘛甲你骗讲我44。阿伯你几岁？事实上我54啊。你54哦，嘿啊，真是54，对啦，啊夭壽啊，啊，歹势，小等，这件代志慢些讲诶，我咧想着讲我走卡吼，一罐盐罐讲袂给你砍啦，嘿，你叫高兄撑起就歹啊，我来给你。哎，三三，你咧讲啥？啊，你个捌人唔捌啦？恁爸食到64岁嘛，唔捌听讲盐高爷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64。64。64不要紧啦，啊你几岁我嘛知，对不对？我未气嫌你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包厢我甲伊包起来，意思就是我今仔有要请人客，请谁啊？啊，就伫起厝的啦。哦。啊，伊就有一间别庄，哦，讲要卖我4亿啦。啊，你家己都有厝通住，你已经别庄了，这大间啊，你来去卖？我想要送你啦。64岁就是接听翁，爱嫁老翁。但是迄4亿吼，我相信伊有加甲我塔寡钱，啊，我按算3亿吼，伊会卖我啦。安尼伤贵啦，咱都还未结婚呢。迄个钱后过啊，我也未当差等呀。你拢无欠人啊？一摆演戏的你咧，工地遐戏，你安尼我要安怎演落啊？你足古怪呢。来啊，搁丁烟都转来啦，算我春足节啊，买一件啊，互你。你安我做歹样呢？我阿公是在你阿咧，我阿公即摆今仔迄个做卖厝的人来吼，我这间厝就甲订落。好啦。这间厝来，我就要登记你的名。啊，登记你的名就是要订婚啊。啊，若要做伙赢才做伙啦。我的人哦，袂去招人，看你会招我袂啊？系啊，安尼好无？好啦。来再传一挂菜。好啦，看迄鲍鱼要安怎做较好食，哦，啊，等老人客来，来起来，来起来，哦。
赞赞赞赞赞，愈跳愈好。哎呦，你都知影我爱跳舞，我找遐尼侪人陪我跳舞。我知你爱跳舞，专工请这老师我来陪你跳舞啦，吼、哦。真欢喜耶！你等我，等我者哈、嗯。老师啊，谢谢，阿伯你先落去困哦，等我通知哦，谢谢感恩哦。啊，我欢喜哦。真欢喜耶！来来，咱来遐坐，咱来遐坐。哦。啊。哎呦，你今仔日那这么浪漫哈、啊？来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来来来。我约一个吼，大地主、大头家，足好个啊哟！足好呀！嘿，我拍算吼，要甲咱迄间两亿个厝卖予伊，我要卖四亿。嗯，两亿个厝要卖予伊四亿。哦，赞有啊！迄两亿个厝，毋是讲要送我诶？对啦，嘿，我甲你讲啦吼，咱即马吼卖四亿，但是我相信应该四亿袂够买，一个我出三亿，三亿我就卖伊啊！吼，三亿，哎，两亿，啊，赚一个有无？还赚一个呢？对啊。来加钱吼，看要来买对，你足欢喜的，安怎？你即马是不是搁要利用我？你大概若讲到钱了，安尼，我会记你进前过来的头家，伊拢讲要趁钱，趁钱就叫我去陪人。啊，我即马我是恁某呢，你是甲我当做啥？雨欣啊，我咧讲，你听我讲哦。这个档的吼，离婚足久啊，离婚拢无结婚，一定足寂寞，身躯边吼。无查某人咧甲按来，你听我的话，等下吼，你就好啊甲塞来，好啊甲按来一下，吼。哎，甲传落站起吼，嘿，哟，哎呀，收站诶，收站诶，哟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啊，他有这个经验。哦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个系秘书啦。哎呦，秘书哦。哎，你好。哎呦。哎、欸，这秘书是住伫红口遐遐哟。哈哈哈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对对对对。物件拢传到啊，物件拢传到啊。哦，咱起来哟。嘿，咱起来，来来坐来坐来，来来再坐来坐。哎，先生，什安怎呀？啊，你我呐？你唔捌我？我唔捌的，你。你捌看过我？我唔捌看的，哎，伊是，这首档的，哦，首档的，这起我跟你讲起厝的啊，哦，首档，啊，就迄栋别栋，是是是，啊，要送你，我要送你，哦，那是安尼哦，首档遐济啦，遐济啦，对对对，来，哎，你讲拄啊，讲迄鲍鱼变哪炖，歹势哈，讲要炖鲍鱼，甲鱼翅有恁食啦，哦，鲍鱼哦，啊，你着爱个做煮在咧浸。啊！就用迄落啊鱼翅吼，我甲你讲，这厝我来一当二做加六加一当三亿，啥物啊？代志比厝较大条啦。是安奈哦？拄只迄个入我近近看迄个像你知？像，我系情翁啦。伊就是为着边啊迄个小三，才跟我离婚的哦。才设计办法让我来坐家哦。伊你情翁啊，我唔着爱去叫伊表哥。咱两个都爱变喏，来什么表哥？就阿万一叫我叫表哥。伊即马呐，要厝要买你，啊，佮带小三来，你定代志，你也替我出头啦。啊，嘿，介绍讲伊的秘书，还有这小三。什么的秘书？嘿，反正伊两个人结婚啊嘞。就是安尼哦，哎，欺负嘞，哎，增加的高压的被欺负嘞。哎呀，你看伊咬咬咬，我一只哎，一直拧你嘞。什么一直拧去？肯定是讲要带我，你佮一直拧去。我唔是哦。安好，我来讲，拄只鲍鱼卖用，入去用阴性药甲南瓜药。你替我出头。哎，我替你出 ，OK， 无问题。啊，你去传，去传。哈哈哈！这，本来哦，我要甲你买一间别庄啦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本来嘛按算是要甲你买咧。哦，是。啊，真歹势啊！啊，这买厝的代志我无爱买啊。这我介绍你听，不是，我是厝无买的原因，我就是要投资吼，这个叫做世界级的餐厅。哦，哦，啊，我已经拢落来啊，哦，我120亿，一个都好累，人别人开5000级的，我今麦开好7000级的。嘿，7000级的哦，对啦，啊，所以我即马都比较较拢无伫个叫
台湾，我就直接会去迄个国外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嘿啊嘿啊。诶、啊，阿弟当啊，啊，我看你吼，这个做生意啊，啊，我嘛是要投资呢。哦，我要投资啦。你要投资？嘿啊嘿啊嘿啊。哦，投资嘛会使，我是真少人投资啦。哦哦哦。哦，啊，对我。伫咧投资，哦，大家叹死呀！哦，一年拢分几啊千万呐！啊，安尼哦，吼，安尼我嘛足想要投资的呀！啊，你要投资，你即摆敢有现金？有啊，现金啊，无问题，我有千外万的啦。多余来千外万啊！你进前搞借二十万，到即摆搁未还，你今仔多余都……我出一点点。那讲有千外万是会使啊，唔过迄个投资的吼，哎呀，四五亿呢。四五亿哦，啊四五亿咧，啊你若是一千万的现金来投资，迄会使，嗯，不过爱四五亿未使咧，阮咧一个四五亿咧，阮咧十个五十外亿个咧，啊无安尼啦，嘿嘿，我本来要卖你已经四亿个别种有无？嘿嘿，我着来做抵押啦，啊那安怎着做够啦，好不？四亿啦，四亿啦，哦，一千万现金，嘿嘿嘿，啊四亿要抵押，哦嘛好咧，安尼妥当无？到时啊，你那是搞我订单啊，厝我给你买起就好啊。你嘛对，你嘛对。安尼有你啊，你这厝提有提来无？有啊，厝本来就要卖你，我总爱砸来啊。你吃？哦，我那熊熊啊，你把肚疼啦。啊，歹势，哎啊，这便所提对下，我想要来便所接的。啊，便所接的空调啊，后边已经。阿你好吼，迄间阿你旧哦，对，唔忙对，迄椅台啊，甲放。哦，好，我来变做一个。嘿。哇，巴肚痛噶。啊，惊好啊，惊好。阿姨，阿就阿妹。你当诶，唔知安怎，我今下哩看到你吼，我乃感觉特别有缘呢。你跟我这款尴尬，有啦有尴尬，足赞的，蒙足久啊。蒙足久，我听我嘛有蒙着。系啊系啊。安尼，我跟你讲哦。哦。迄个人，歹物啊，垃圾物啊，骗子，伊想要骗你的钱啊。迄个歹物啊。歹物啊。爱情的骗子。不止。别骗我的钱。对。我今仔日是要来跟你斗三工的，我看袂落啊！哎，我要好好伊沟通。对啊。啊，伊甲我骗。伊要甲你骗，伊大概拢安尼，大概拢叫我去骗人的钱哦。伊即马嘛在骗你，我看袂落，我真。安尼，你今仔日来，有人要甲我骗？我无。哎呀，即马要甲伊投资的，啊，要投资啊，敢要投资？我甲你讲哦。好好。我甲你讲。好好。偷偷甲你讲，莫有人知。好好。安尼干想？我听无咧，听无吼，较近诶。你讲啥话？我听。啊，怎啊决定安尼？对，决定安尼。安尼好，安尼 OK。来。阿弟啊，别对我哦。哇！秘书，秘书，欢喜哈，欢喜呀！哦，你哦，你袂做这助理，安尼拢中诶，我拢无背。啊，即马拢特懂啊 ，OK 啦吼。阿娘，我外公，嘿啦，秘书含我安尼吼，你也看卖条件最好。哦，我外公，嗯，合约无问题，无问题吼。哎，安尼我来传合约给你吼。哎 ，OK。嘿嘿嘿嘿嘿，这合约书哈，啊，你叫你的秘书看一下。哦，我拢给你检查过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吼，无问题，对，绝对无问题。OK， 好，来，啊，无 OK 哈，啊，你的所有权证好啊，随时炸掉的，哦，所有权证。嘿，要。嘿 ，OK， 啊，你签一下，啊，签一下哈，来，嘿，哦，签一下。哦，签好势啊。你也看卖者，啊，身高吼，啊，这我的啊，嘿，啊，你详细你的哈，啊，你看详细者哈，啥货啊？你这个七星级的餐厅，开伫个
阿富里加非洲，非洲嘛，无你要当作我开点罗州哦。啊，无啦，啊这非洲啊，这非洲大概三啊皮包骨，哪有人要去吃啦？啊，这安尼啊，就是无人要去吃。哎，大家拢三家拢种皮包骨，开店迄个所在，大家去吃，唔吃会骨包皮。哎，安那，即马我想起唔对咧，啊你唔是看过啊？我看过就详细啊。啊你唔知要开伫非洲？我知啊。啊你佮叫我签？所以才叫你签吗？啊你出嘛变？你歹人，你骗子，你大概拢安，大概拢看到大头鸡就叫我讲咧，安尼。哎，那一只叫骗子。啊，那要紧啊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也不是毋捌做过。那我讲伊是真感情嘞。嘿嘿，我拢讲好啊，后过要来，我要做秘书，这间啊，这白东就是我的。好气。嘿嘿，你知影我今仔安尼做是要创啥？你知无？我真正唔知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。嘿，这就是安尼啦，再甲你骗一个两三亿都倒来尔，你已经厝才买两亿尔嘛。我足早就知啊，你也知？知啦，啊，这间厝吼，我即马就是要登记予你的情妇。你讲是？你说谁？陈亚兰。陈亚兰。我啦。你，我拄只问你，我问你讲八卦无？你讲唔捌，啊唔捌看过。咱阿婆做几年啊？你是目睭高到喇叭吼？哈，我今仔无熟悉你，啊，你也真正动作唔八卦就对，你查某看伤细啊是无？我动作这有这尼啊残像的人，真正是残像，你残牛啦，我残像。这就是给你一个教训啦。啊，你咱今仔这间厝边啊处理？很简单啊，啊，就登记给你啊。真的哦，系啊，算你替我家己讨顿来补偿就对了。你今仔要搞我嘞啦，真歹势。明仔载阮两个人就要订婚啊。我不爱介，我当然嘛死过乌大饼。怎么死过乌大饼？你倒转去迄边啦！恁这奸夫淫妇啦，得到这块的后果吼，应该啦。我叫你甲设计，啊，即马咱等到去用设计，啊，你要个死过乌大饼？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我食较歹，我食较歹，卖紧啊，无要紧，好啦。安尼，无系讲不要紧，你食较歹，阿兰，哈，以外我甲你食较好。